日莲宗，人可以不用借着任何的外力轻松飘起来，一直是人类的梦想。过去曾经有国外媒体报道过，在印度还有缅甸的瑜伽修行者以及高僧，可以不靠任何的外力，借由打坐缓缓的升向空中，令人叹为观止。瑜伽大师就说了，这必须靠着超级严格的体力还有精神训练才能够达成，一般人是没有办法练到这样出神入化的境界。但是这样的画面到底是真是假？ 也有待查证，而现在靠着漂浮魔术，或许也能够做到。不过要怎样让观众看得目瞪口呆而找不出破绽呢？热线追踪也请到了两位专业魔术师，要示范给您看，这背后的机关隐藏的无懈可击。来看看您的眼睛能不能找出漂浮魔术这背后的关键。 几乎是每个魔术师必备的表演之一，人体漂浮秀在镜头前真实上演。熟练的手法让人完全看不出破绽。为什么把椅子抽掉后，就连平躺的板子都拿走了，女助理还能飘在半空中？ 人都会产生错觉，对，那魔术就是利用你会产生错觉，可能是角度、光线啦，或者是一些你不知道的物理原理、化学原理，去让你产生这个魔术的效果。对，那其实魔术跟视觉上面是有非常深远的关系的，绝对不点破背后的机关在哪。魔术师卖弄悬疑，让人不禁怀疑。 难道魔术师真的有什么超能力吗？但物理老师就直接说啦，不管什么漂浮特技都不会违背物理原理，一定有一个施力点在支撑人体重量，都是借由物理的原理让它漂浮起来。那机关可能由上面吊的，也有可能由下面支撑的，那一定是必须要物体，或者说要有东西让它能够受力。 说穿了，魔术真相就是杠杆原理。拉走一张椅子时，躺在上面的女助理就靠剩下的一张椅子来维持平衡。虽然看来简单，但也考验着女助理的平衡感。然而，这么细的一个木棍，真的能支撑住女孩的身体吗？又让大家很匪夷所思。我们会有一个错觉啦，细就一定弱。 粗就一定什么，一定很强，这不一定，因为以现在的科技的这种材料科学的概念来讲的话，它的粗细其实我们就是说物体的强度不能够再以粗细来做解释。现在的魔术越来越觉得哇越来越炫，为什么？因为现在它应用材很多材料科学的一些什么一些设计跟一些道具的制作，它现在可以做到很精细的一种怎么样一种变化。 因为我们都会认为说，哦，那个戏不可能，这个只是做一个支撑，不是。因为它很，假如说今天你这材料的科技强度够的话，事实上，以这个作品本身就是漂浮。事实上来讲，按照我们观众所看到这个角度，它是看不到后面的。那看不到后面，其实魔术师也好，或者说怎么运用的这些帘幕等等的，它其实都会利用巧妙的设计去遮掩它整个结构上面的一个技巧。 经过精密的计算，小小道具也能撑起大大的重量。有了这些精巧的道具，魔术师不仅可以让人体漂浮，还能使一张桌子跟随着他的手势翩翩起舞。拉着布就能让桌子轻轻地飞起来。明明知道这机关一定藏在布里面，但 魔术师若隐若现，一直把布翻开来，就是不让你看个清楚，更吊足观众胃口。物体漂浮魔术千奇百怪，还有像是卫生纸漂浮，也是让人看了啧啧称奇。任何的东西要移动，它必须要能够受力。
而这个受力呢，通常是我们比较不容易看得到的东西。所以你们现在可以看到这条线，可是魔术师可以利用一些东西，譬如说比较不容易看得到的线，或者比较细的线，或者是比较没有反光或者黑色的线，让你们看不到。那如果假设这条线是黑色的，我的背景也是黑的，那你们就不会看得到这条线的存在，那你就会觉得说，哎，这个东西事实上是它正在漂浮。一般观众们都以为它是有线，所以今天呢，我要破除这个迷思呢，准备了打火机，最有说服力的，看清楚。如果有线呢，它一定会断掉、烧掉。如果不是细线来控制，怎么可能让卫生纸飞起来呢？有人猜测是利用磁力吸引卫生纸，也有人说是利用风力把卫生纸吹起来。这小小的魔术戏法，就留给观众朋友好好去思索一番喽。休息一下，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看这段相当神奇的画面。几年前，在俄罗斯的森林里头，竟然有个小女孩腾空飞起，旁边没有任何的人在帮助她，当然也没有任何的辅助品。而这段画面到底是真是假？她是怎么做到的？我们休息。